将军阁下，我想找您有点事儿。你去那边等我一下。将军，您和钱德勒谈了吗？谈了。那结果怎么样？没有结果，所以请你安排一下。我想搭明天早上的飞机立刻回日本。可以，谢谢。现在我可以和我的妻子回酒店了。山本将军，请等一下。您知道您这样一走意味着什么？知道，你要对他们动手了。可是你好像并不在乎。不，等一下我要先去领事馆和小川将军通电话。您认为会有结果吗？我怎么想的，好像没有必要告诉你吧。这么说，你已经有了阻止行动的计划？是的。其实告诉你也无妨。我已经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我的太太没有将任何情报交给文维军。那他给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是我太太的日记本，里面记录了他的心情。你能肯定吗？是的。还有一点，我会向小川将军，如果有必要，我会直接向我的表哥山本五十六大将说明。如果这个时候暗杀钱德勒，会惊动美国军方，而这一点是我表哥最不愿意看到。您说的有道理。好了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我可以走了吗？将军，您不必去领事馆，可以直接回酒店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会直接向小川将军报告，建议取消原来的计划。真的吗？杀人是我的工作，并不是我的爱好。好吧，这一回我可以相信。我想看看你的手下。将军和夫人已经离开总督府，带上你的人立刻跟上。是。嗯。你的手相很好，会有一个如意郎君，而且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姑娘，很乖巧，很会把握。对不起，我去洗手间。你什么时候到香港的？跟你们同时。你到香港做什么？为什么不见你父母？我有我的任务。你的任务是什么？不会是勾引钱德勒那个老头子吧？这是我的任务，我没必要向你解释，我想证明明白。我知道这是任务，可我不明白的是，你为什么要那样对他笑？你那样的笑只能属于我。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做吗？可我们接受过训练，必须用最有效的手段接近对手。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有必要，你还会和他上床？给我记住，你是我的女人，你的感情，你的一切都只能属于我。放开他。你的队员呢？还在大厅。将军和夫人已经乘车离开了。对不起，我这就去追。不必了，你的任务已经交给别人了。对不起，我失职了。是啊，为了一个女人就忘记了你的任务。跟我来。知道为什么打你吗？知道，我不该擅离职守。这只是一半原因。我不该干扰方总的工作。还有呢？
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山本芳子不是你的女人，她也不是任何人的女人，她是大日本帝国的特工，她的任务高于一切，甚至高于她自己的生命，你明白吗？是，明白。大声一点，我听不见。是，明白。你的任务完成怎么样了？很顺利，他也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过，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。他提到你父亲了吗？没有。记住，他虽然是密码专家，但多年工作在情报机构，警惕性极高，千万不能露出任何破绽。是。你可以走了。如果你不想萧雪萍死的话，就忘记他吧。是。Hello。哦，你去了那么久，我还以为你把我扔下了。服务员，拿酒来。怎么会呢？我一个人在香港很长时间了。一直找不到可以说话的人。是吗？真巧，我也是。能赏光跳支舞吗？我跳的不好。没关系，我跳的也不好。这个和钱德勒跳舞的女人你见过吗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，可一时又想不起来。不应该呀，如果这么漂亮的女人我见过的话，一定有印象。她会不会是日本人？不知道，亚洲女人在我眼里长得都差不多。怎么，你怀疑这个女人有问题？这只是个推论。你看她，又年轻又漂亮，服饰靓丽又高贵，舞也跳得这么好。这样的女人，身边应该有很多追求者，怎么会落到钱德勒的手里呢？据我所知，东方女人喜欢和美国人交往，我真搞不懂，美国人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过是些毫无教养的暴发户罢了。你不要小看这些暴发户，欧洲战场想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，还指望这些暴发户呢？我认为指望不大，美国即使出兵，也会像上次世界大战那样，等到战争的最后一刻才出面发一笔大财。上帝真是太偏爱这些美国人了，用太平洋和大西洋把他们和欧洲的战火远远地隔开了。如果只有一个希特勒，他们当然可以这样做，可是你不要忘了，太平洋不是美国的内海。如果日本人的野心足够大，他们也许会主动向美国人发动进攻。你是说日本人会向美国宣战？是的，不过这也只是个推论。如果日本人没有那么大的野心，他们为什么对钱德勒如此感兴趣？他们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密码。如果他们的最终目的只是占领整个中国，那他们的密码就没有必要这么神秘。而美国恰恰也很清楚这一点，才派出了他们最优秀的密码专家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我们按原计划行动，密切监视钱德勒和他身边所有的人，尤其是这个神秘的东方女人。你是个不诚实的姑娘，你的英文说得非常好，可你却说只会一点点。同样，你的舞跳得极好，你却说你跳得不好。我确实跳得不好。
这就是东方式的谦虚。怎么，谦虚不好吗？好，我非常喜欢。谢谢，很高兴。谢谢你，喝了一杯。和你跳舞很愉快。怎么了？要和钱德勒先生打个招呼吗？你认识这个女孩啊？像，实在是太像了。像谁啊？是像青田秀吗？那个人是在看咱们。你认识吗？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刚刚认识的中国朋友。你们好，我叫叶小兰。这位是来自中国的文维军将军。文将军你好。你好，这是文将军的未婚妻。你好，我叫徐雅兰。你好。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。是吗？嗯。不会吧？都是有可能。知道吗？叶小姐是在美国出生的，也到过普林斯顿大学。哦，嗯，是吗？什么时候啊？在我很小的时候。啊，是哪一年？嗯，对不起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哎，当时你几岁？请你原谅我这位老朋友，他一直怀念他的初恋情人，也请你原谅我这么说。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您的初恋情人是中国人吗？不，他是日本人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青田秀。啊，好美的名字。人也非常美。啊，山本将军和他的夫人呢？已经走了。哦，他们有两个女儿。对啊，黄秘书长，有刚刚截获的密码电报。快进来。是。谁呀、黄秘书长，我是毛祖和。毛将军，有林青的消息了吗？这个在电话里说不方便，请你到我家来趟吧。好的，我马上到。对不起，这么晚了让你来一趟。林青怎么样？书房谈吧，来。也请坐。
照顾不周，还请包涵。我让家人都回避了，这个时候还是小心点好。我明白。您快说吧。我考虑再三，给蒋夫人打了电话。蒋夫人怎么说？蒋夫人也很惊讶，她也见过林琴，很喜欢他。能立刻下令放人吗？当然不行。调查局是蒋委员长亲自管理的部门，夫人不便直接下令。 但他已经给厉主任打了电话，要他慎重处理这件事。蒋夫人明天要听取调查局的正式报告。厉峰怎么说？厉主任当然不敢跟蒋夫人硬顶，他已经答应，明天会将全部的证据和材料直接呈报蒋夫人。然后呢？如果证据不足，蒋夫人自然会告诉蒋委员长。毕竟秦儿是林中强的女儿。 林中强是蒋委员长的爱将啊！这就好办了。除了审讯记录跟两张照片以外，他们还能有什么证据？我刚刚得到消息，他们已经对晴儿用刑了。什么？你别着急。 其实伤得不算太重，只是吃了些皮肉之苦。他们居然敢！我早已料到他们会这样做了，他们的压力也很大。本来想从你这里找到突破口，却没有得逞。是的，我按照我们商议的。 一样在所里办公，仿佛一切照常。我现在后悔这么做了。他们想要什么就拿去吧，我要把林琴接回来。我也很心疼林琴，但她受过特殊训练，应该能挺过去。我要去找厉峰，找韦国平，他们提什么条件都答应。我要把我的晴儿带回家。黄秘书长。 我就知道你会这样，所以才把你叫来。我断定，厉主任他们一定会找你，一定带你去调查局，去见林琴。你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，一定要挺住。我挺不住，我不能眼看着深爱的女人就受到这种折磨。王秘书长，你冷静一下。 现在事情已经闹大了，调查局不管放不放人，必死要有个结论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要挺住，要硬起自己的心肠，让他们彻底的绝望。只有这样，他们才会死心，才会乖乖的放人。也只有这样，琴儿所受的苦，才没有白吃，才能最后讨回自己的清白。你听明白了吗？ 那你说我该怎么做？拿出你平时狂放的样子，你可以不顾一切，可以发火，可以骂人，但是有一点，你必须要记住，绝不能软弱和退缩。我这样做，到底是为了林琴？ 为了文所长和密电所，还是为了你？我们在同一辆战车上，尤其是你和我，我们对秦儿的感情是相同的。我知道，但我想不通的是，大家都是为了打日本人。 根本利益是一致的，何必要闹到现在这样你死我活？说到底，还是为了权力。我们和你还有文所长不同，你们都有自己的专业，而我们的专业就是做官。你是要牢牢地掌握手中的这种权力，而是要把这种权力的功能和范围最大化，然后就可以做更大的官。
是的，但这只是表象。其实说到底，和你们做学问一样，这就是我们的事业。不同的是，你们不想干了，烦了，累了，可以停下来，而我们不行。急流行船，不进则退啊。我明白了，对立峰他们也是一样的。调查局原来控制的大部分的密电事务，他们也同样忍受不了权力被剥夺。其实你们应该感谢我呀。为什么？凭你和文所长在官场上的经验，根本不是厉主任他们的对手。这也是蒋委员长安排我来的重要原因，有我夹在你们和调查局中间，替你们分担了大部分的冲突。我明白。可是这一次，他们拿林琴下手，也是冲着我来的，让我不便出面。我有种预感，总有一天我会帮不了你们，而你们就要直接面对这些人了。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，我心里全是林琴。他就发现了那个巨大的宝藏，他都不敢相信。好了，干杯。从此后他就变成了一个大富翁，知道了吗？是干什么的？是我请的保镖。你不是做生意的吗？带这么多保镖干什么？当然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。现在局势这么乱，做生意的更得小心。我们找个地方再喝几杯吧。这些人也跟着去吗？恐怕是的。那就算了，我喜欢安静。我知道有个安静的地方，保证没有人会打扰我。什么地方？上车吧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请吧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我住的酒店。你让我去你的房间？是的，只有在那儿我们才能摆脱这些人。钱德勒先生，我们刚刚认识你就这样做，是不是把我看得太轻了？叶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真的是因为没有行动自由，又不愿意和你分开，才不得不这样。要不这样吧，你住在什么地方？我去你那儿。不行，我和家人一起住。好，那我就送你回家吧。真的？当然，我用行动证明，我非常尊重你，绝不勉强你做任何事。好吧，那我就相信你这一次，咱们走吧。这次我从美国来，带了不少好酒，接下来我们可以在房间里尽情的享用，不会有人打扰我们，我们可以好好的多喝几杯。请吧，叶小姐。这边来，马上就到了。啊，你好，
我已经闻到我的酒香味儿。请，请吧。辛苦了。坐，这是我住的房间。我去拿酒。我来吧。好的。认识你很高兴。我也很高兴。你很能喝酒。中国有句话叫酒逢知己千杯少。我明白。意思就是说，遇到好朋友喝上一千杯酒都不够尽兴。好，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喝一千杯。刚刚来电话，明天早上九点的飞机，我们八点钟出发。好的，我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好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你怎么了？不舒服了？没有，我突然觉得很累。是心累。我和文卫军谈过了，和钱德勒也谈过，当然没有任何结果，这是我预料之中的。可不知为什么，我还是觉得沮丧。我们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，我编制的密码也是最高水准的，可是为什么我在他们面前还是总觉得怎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钱德勒给我的。华盛顿，这是美国的地址啊，这电话号码也是美国的。他给你这个干什么？他说如果我想去美国，可以打这个电话，他们会帮助我。你要去美国？当然。其实有句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我这一生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带你回日本。我们要是还留在美国，再把父亲接过去，父亲应该现在还活。惠子和芳子现在应该上大学了，你也可以继续研究你的数学。你可以办一家属于自己的报纸。对啊，我可以和父亲一起办一份具有真正独立精神的报纸。你一直在想着美国。不，我不是想着美国，我是怀念那儿的和平和安静。如果日本也有这样一块地方就好了。你早就应该责备我，可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说一句话？我责备你有用吗？我们能离开这个已经疯狂了的国家吗？其实我早就后悔了，可惜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。你说今生今世我们还有可能去美国吗？为什么？日本和美国的战争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可是战争总会有结束啊。我真傻，如果日本失败，这
整个国家就会陷入浩劫，哪里还会有什么个人的前途？你认为最后的失败者一定是日本吗？是的。为什么？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，从古至今，有野心、贪婪和疯狂驱动的战争，得胜只是暂时的，最后的结局一定是灭亡的。所以我和我的父亲才会拼命反对这场战争，不是我们不爱日本，而恰恰相反，我们要极力阻止是日本即将来临的浩劫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我明白，要承认这一点是非常痛苦的。不，我对这场战争并没有那么悲观。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，即使是美国想战胜日本，也必须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。所以即使日本最终失败，那也许是多少年以后的事情。好了，我们不再争论这个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也该早点休息。这个你留给我吗？你要它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我只是想留个纪念罢了。我明白，你留着吧。这么晚了，会是谁呀？什么事？我能进去住吗？太晚了，我只说几句话，不会占用你很长时间的。那好，进来吧。什么事儿？哦，这边请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说话呀！别着急，有话慢慢说，你说吧。夫人，我将他封死了。在哪儿？就在香港。不可能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他接受了特殊任务，我也是刚刚才知道。什么特殊任务？他奉命接近钱德勒，还要和他去重庆。去重庆？是，这项任务非常危险。他现在人在哪儿？他刚刚进了钱德勒的房间。真的？那就在我们这个酒店。是，我亲眼看见他们一起进了电梯。这么晚了，放肆到钱德勒的房间去干什么？这个高桥跟我搞这个名堂。你不能去。为什么？这是绝密行动，您根本不应该知道的。那你说我该怎么办？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由你们亲自出面向钱德勒揭穿放肆的真正身份。对啊，钱德勒一旦知道放肆是我们的女儿，放肆去重庆就毫无意义了。为什么这么做？我要像将军您一样，誓死保卫我深爱的女人。可惜，以我出面，钱德勒未必会相信。我也是走投无路，所以才冒险来找你们的。好吧，我给钱德勒打电话。不可以打电话。为什么？你们房间的电话已经被严密监听了。那我该怎么办？明天一早我就要回日本了。那我去见钱德勒。不行，外面布满了特工，你出不去。钱德勒的房间就在楼上两层，如果行动迅速，应该没有事。好吧，还是我去吧。还是我去吧。不行，要去也是我去，我是将军，即便被他们发现，他们也不能把我怎么样。我要去救我的女儿。二位不要再争了，高桥刚刚出去，随时都可能回来。那好吧，我们一起去。等一下，我去拿件东西。你刚才说要誓死保卫你深爱的女人。是，你和高桥大佐的谈话我都听见了，我觉得你非常了不起。如果我们这次阻止了放肆之任务，回去以后你打算怎么办？回日本后我立刻向他求婚。我提前祝福你。谢谢。这是我们几年前的全家合影，钱德勒一旦看到这张照片
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刚刚接到命令，酒店外有情况，你们立刻到大门口待命。是。是知道钱德勒的房间吗？知道，在走廊尽头。他住的楼层也应该有我们的人吧？是的，只有一个服务员，他只负责监视钱德勒的行踪，不会阻拦你们。比较麻烦的是中国特工，他们分成两组，一组守在楼梯口，一组住在钱德勒对面的房间。应该问题不大，如果他们阻拦，我就说是和钱德勒约好的，只要钱德勒一露面，事情就好办了。你留在这里，千万别让我们的人看见你。是，谢谢将军。不，应该说谢谢的是我。为了救我的女儿，你冒了多大的风险，我很清楚。你们俩要去哪儿？我们刚刚接到命令，到大门口待命。谁的命令？是小野平告诉我们的。他在哪儿？在山本将军房间外。快，跟我走。先生，请问你找谁？怎么，你不认识我吗？报告将军，我认识您。我要见钱德勒先生，他在房间吗？在，刚刚回来。好了，没你事了，继续警戒。是。干杯。请。谁？啊！不行，我要吐。你要吐吗？来来来，快快快，卫生间。没事没事。为什么不开门？我不清楚，将军。有钥匙吗？有，但是把房门打开。对不起，将军，我接到的命令是钱德勒先生在房间里的时候绝对不能擅自进入。现在我命令你把房门打开。是。钱德勒先生，钱德勒先生，我是酒店服务员。好点了，没事，吐了就好了。钱德勒先生，
坐下。你为什么不开门？日本情报部能放他走吗？日本特工正在到处找他，夫人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吗？有人在追杀我。什么？我命令你超车，全速前进。是。报告，飞机的起飞时间已经到了。你去告诉机长，我们有紧急任务，让他给我等着。你去离开了，否则飞机要我接了。难道最喜欢的